可以看到 Yankos 已经来打 gank 了。这边要看一下塔利亚有没有办法及时支援，要不蛮危险的。Yankos 已经过来了，这边的话闪现 Q 直接 W 把 Tanker 其实顶到一个比较差的地方，继续的话目标应该是放在 Tanker 尼身上吧。先吃到肚子里面，还是保护住了。我、哦、这个吞云，不过这里可能要缴 TP 救人喽，因为这是三加一的一个局面。闪亮应该是已经看到了，但是有没有办法存活？喂，第一个击飞有击飞起来，后半慢慢一闪直接顶到 Maple 这边，看起来要倒下了。Q 技能 First Blood 落在了 Perks 身上。哇，直接 Maple 去对 Wonder 的这条线路。Hey Perks， 你想念我吗？哎、欸，这边的话，剑圣直接闪了 ，Q 技能闪出来、欸。哎呀，哇，结果大局没有打到，直接空掉了。哎，这个形象掉的很快哦，有点尴尬。粘贴要到了，哎呀 ，Solo Kill Perks。哇，他前面那个入围赛是在演什么？只有 Maple 有传送。对，塔利亚也还在这个预示者那个池里面，来，小马威要来抢开 ，W 连段先把坦克机给弹起来，而且重点是汪德也已经过来了，开启自己的白盾，能不能活下来？这炮塔一台一台的都在炸在他身上 ，Betty 死了，那哈拉比 TP 过来支援，看起来也只能把兵清掉，没办法多拿回几颗人头。这边看一下死神有没有成功逃回来哦，有，他开车、欸、反而是往对方的家里面开，欸、然后这个时候才要叫 Rico 回家了。他为什么要往回开？他不是可以往自己塔下开吗？他应该是有机会往二塔的方向开、哦。他如果要直接送头的话，也是可以啦。就是这边这不是送头，讲错，应该是直接打一个 execute， 对，送他。真的蛮亏了，而且我觉得重点最大的影响就是你魔豆凯撒那个套路有点玩不出来，有点被破解了。对，而且我比较想看的是说，最重要的是说上路那个预示者有没有拿到，因为刚在播这个 replay 的期间哦，其实没有特别去注意到。如果预示者有拿到的话，那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啦。哇，最后极限距离尾端把他给炸回来，他再多走一步路就是弹到另外一个方向。这场比赛进攻的主轴中路的位置，剑圣直接撒了，包含到王者也直接贴了进来 ，Killing Spree。闪亮几乎是没有办法阻止被硬摸他。哎、欸，往前压喽，这边 TP 已经亮了，随即这边的话，坦克机到场支援，大绝直接下，哦、这个剑圣虽然空掉了，但是现在继续往前追击，先吃到肚子里面保护住了沃尔加特，沃尔加特往左边撤退，闪亮下半部 Betty 看起来不太妙，血量掉的很低，交闪线先躲开来，哇，不能打了，这上路的威不过半，哎、欸，上半部的话又要碰面喽。正面直接对翻回来，大绝又大空，正面的位置大绝还是空了，魔君靠过来，但马上我们看到 Spurs Q 技能 Q Q Q， 哎，魔君还是要继续来打，直接继续啊，踩着边的石墙过来了，而且在着 Spurs 看起来是要倒下了，这一波的话成功在边线抓掉了伊瑞利亚，但代价是个吃八，他们还叫了一个 Spurs 的这个灵魂一起帮打、啊。前面的话 ，Pers 继续往前砍他的队友，砍起来啊 ！Maple 从后面也夹击过来了。这边的话，严格来讲是一个六打四的局，继续往前压。g a r 的血量掉得很低，但 Maple 自己血线看起来也不太安全了。Maple 位置有点尴尬，位置往后拉，多死了，好可怕！剁全部的人 ，Double Kill， 看有没有办法收掉。这个是跟鬼一样，还没打到，他好像要走了吗？没有，最后一个闪现玄武飞炎成功收掉二杀四，但是代价是加油闪电狼 Pers 掉了上路，也丢掉了 Maple 的人头啊。对你这个给他。这个双火龙、哦、看起来是真的，哎、欸，稍微抓到了落单的王者，王者这边要赶快撤退了，开启自己的大绝还在走，没有闪现，想要骗一下，被翻回来，打输了大绝。现在的话还有没有机会活呢？应该是没机会了。Wonder 身上套，但相反的 ，Maple 这边也被抓到了，大绝直接要炸，哇，好险是没有炸过墙，这炸过墙 Maple 就死了。中路这波兵是有着炮车的，要防有点困难，剑圣直接下了。看起来硬啊他，对，不是要跟你打架，但是要一把塔的。闪电狼已经没有视野了，而且这边还要跟炮台去竞争。进化炮台已经架起来，他们是有两条火龙的，这个速度其实是完全不可以忽视掉的。这边的话直接要来开坦克旗，坦克旗直接被抓下来了，白盾来不来得及开，开了还是死了。Gannon 的伤害好高啊，搭配队友这两个剑客往前直接一面砍，有大绝要非常小心。Betty 赶快要撤退，先交闪现躲掉这名不血刃，但是侧面的话 ，Pers 进场了，直接把 Betty 砍到了残血，后续的话秒杀掉。哇，我们的魔动凯撒不见啦！哇 ，Betty 队拿着优势局的力量，这个就打得很简单，但是只能说也是打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哇，王者这边很凶啊，还要再来想办法留人看看，继续往前逼。对不起，我错了。哇，好像有抓到木君的位置哦，这一刀下去就很痛。侧边的话反而是自己，对，有蛮多人。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又没有中这个大。我觉得开战开得太慢了，刚那个一定得向上打。上半部看起来是闪亮的孤注一掷，直接往前打，但是 Pers 的伤害太高了 ，Maple 直接要被斩掉了。看现在要开车，自己赶快绕跑，
蛇吃到肚里面，先往后撤。烟狗进来大绝，哇！门已经炸开了，把 Maple 砸死了。Maple 被砸死了，继续往前切。汪的开启自己的大绝，一个人弹在最前面，不只有他，瓦迪的也一起连同往前压 ，Betty 倒了。这边剩下一个四加二的一个局面哦。对，游戏可能是要结束了，来看一下最后要来守这个双门牙能不能守住。我蛇蛇努力开了白盾，还是倒了，还是被斩掉了。只剩下哈比一个人，看一下有没有办法守 Wonder。哈比这边冲出来要来防守，能不能守住？第二柱门牙他也掉了，最后的一个局面。哈纳比开启了这个石像鬼盘盒，能够扛多久？好像也扛不住，又被顶了。哇哇！我们要恭喜的是 G2， 在这场比赛游戏时间33分钟之多，成功击败闪电狼，而且走出了小组。哎，我就说 G2 一定行。不过这边真的是，我觉得 G2 这场其实就是一个套路大比拼了。就闪电狼也是把压箱宝拿出来，就是他直接选了一个可以 counter 你下路这种推进的，他这个是有刻意的去放泡面头，绝对是刻意去放。对，那想要去打一个 counter， 但是我觉得他们在下路线的优势掌握的真的太小了，就是前面看起来的话，在换双人线打野没有去，就是打跟打野沟通有点怪，就是换线的时候反而是被对面抓到一个直接打塔杀的一个机会。对，而且我觉得反而就是你下半部如果是个平局都还好，但没有想到的是。中路和上路都其实有被对方抓准机会，然后去打出一些破口来，包含到一次的上半部的一个单杀，就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看起来的话 ，G2 下半部稳住阵脚，然后让中上去 carry 整个战局。对，这边的话，我觉得闪电狼也是很可惜，连续从2015年之后都没有办法再成功的晋级八强赛哦。那作为一个 LMS 连续六冠的领头狼，而且他其实今年的赛季算是他打的最统治的一年。但是最终的话还是走不出小组、哦。哇，那在这里的话，我们也是恭喜 G2 啊！对，恭喜 G2。真的在欧洲打出来的时候，非常的不被看好。那时候小卡的零四的这个呼声甚至还比较高一点。但是 G2 靠着自己的一些。我们的环节是主持人杰西，在我身边请到的是这个 G2 AD 选手 Hiyana 接受赛后采访喽。嘿、hey. ，他可能有点尴尬，因为毕竟是打败我们的队伍。不过 G2 呢，是从这个欧洲第三种子成功走到现在，那这也是 G2 第一次打进八强嘛。想请问一下，那今天又这么的累，他现在一路走来心情怎么样呢 ？So you guys coming to this tournament as thirsty from EU, and now first time making out of groups. How are you feeling right now? I mean the day was really rough.We won the first game against Buffalo, and then after that we thought maybe we had a really big chance, but then we lost like both against Africa and then against Flash Wolves, and then we had like a rematch. So we just like we were a bit sad that we didn't pick Heimer the first game because we were like, oh yeah, we could maybe just won this game, right? Because we wanted to try something else. We tried Brand, which we did not really work out as well as we thought it would. So we were like, right now I'm just really tired.And tomorrow I will probably be really happy, or tonight when I realize that we're actually like out of groups. But right now it's really like my mind is just really tired. 对，那今天对于他来说是非常艰难、漫长的一天。然后他现在感到非常的疲惫。那么第一场打赢了越南队的时候，他觉得今天可能是他们比较顺的一天，但他们接连两场输掉了。但是呢，他们在第一次打电狼的时候，他们选择了Brand 这英雄。对，他说如果那场他就是用大头的话，或者用 Hammerdinger 的话，可能会更好。对，那他们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时间去享受喜悦，对，因为他现在特别疲劳，可能晚点或明天他会更开心起来。是的，因为刚刚其实也提到说，哦，闪电狼在第一场的时候是有放出 Hammerdinger 这些角色嘛，那为什么他在那场的时候没有想要选择这个角色，反而在加赛才拿出来呢？So you mentioned you didn't pick Hammerdinger in the first time against Flash Wolves. So what's the reason behind that? I mean.We just thought that we could like play, we wanted to try something else basically, and maybe it's not the best to try some stuff on stage, especially when you're at Worlds. So it didn't really work out. I think like the pick was, it was really hard to kill Sion, who is full tank with we were like full AP, so it was like really, really rough. So it was like misjudged from our part to like go for this pick during this champ select, but also during this game, I feel like we did so many big mistakes.That it would maybe not even matter what champs we had because we did like played really poorly in that game, right? So it was just like it was a rough game, yeah. 对，他觉得他们想在赛场上尝试点新的东西，所以就选择了布兰德这个英雄。
他们其实觉得这个英雄选的其实不是特别好，特别是当闪电狼的三恩他全部都是坦克装备的时候，他们其实很难杀掉。 对，所以说他觉得他这个选择不是特别的好。但是在世界赛上能尝试新的英雄，他觉得是一件也是很勇敢然后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确实是 EU 赛区确实是每次带给我们很大的惊喜。好，那再一次恭喜 G2 就是成功晋级八强。 Congratulations and thank you。 好，那我们今天的比赛就到这边结束咯，明天还有 MS 比赛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然后明天再见咯，晚安，拜拜。